可是把正面全留给本铁骑了，嗯，够不够哥们儿？够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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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哎，你猜怎么着？大四毕业班的学生全提前回来了，着急呗。找工作是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刀。刚才每个宿舍还在议论风华集团呢。咱们今天说好，不谈风华，也不谈找工作的事儿，行吗？丁天啊，别提工作，把工作丢一边去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来，咱们干一杯吧。高贵。嗯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是受伤了？哇，我垫鼻子了，还开了眼角。真的？哎呦，我千万没破哎，没好呢。你真是我偶像，你豁出去了。那我怎么办呀？我又不是你，你是校花啊，你当然不用担心了。这社会这么浮躁，这看脸的世界呀。我要不是为了找工作，我也豁不出去。哎，高文，我们刚才已经说好了，咱今天的主题就是不谈找工作。对对对，好，不谈找工作。嗯，来来，我们今天一醉方休。来来来，高文。哎，哎，这么早就才几点啊？什么情况？周哥哥。我爱你，在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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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这么壮观啊。不是格格，这怎么又开始了？哎，格格，这位是谁呀？没见过。新人赵小川，计算机专业的学霸。怎么平时看你蔫不拉几的，今天基因突变了？学四年加上研究生，是不是白读了？当众求爱，怎么什么事让你一做就是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啊？太过了！跟女孩表达感情，不都这个路数吗？那是你确定人家喜欢你的时候，人家现在连你是谁都不知道，你这么做无异于在脑门上贴仨字儿：我是神经病。这是五个字儿。
现在的关键是，你得想方去弥补 ，OK？ 我这心呢，被这凉水一浇，全死了。要我说啊，干脆搞大点。他不是不知道你是谁吗？你就让全校人都知道你是谁。你有辙呀、啊，跳楼。我说你们几个，谁的电话谁接一下呗。格格，肯定是找你的，你快接电话呀！不接不接不接，微信、短信、电话全是那帮男生，太无聊了。哎呀，格格，你又不接电话呀？张胜，赵小川，你跳不跳啊？你倒是赶紧的！哎，想看跳楼的接着看，想赚大钱的听我说两句啊！我知道。你们几乎所有人都想进大公司、大企业，但是我想告诉你们一个毁灭性的消息：今年世界500强企业有很多已经宣布不再招新员工了。毁灭吗？难受吗？没有必要，因为我可以给你们更好的机会。我叫张胜，我就是那个可以改变你们未来的人。知道怎么改变吗？10分钟以后，阶梯教室。毕业班的同学们，请注意。毕业班的同学们，请注意啊！我们今天有幸请来了风华公司的代表张胜到我校进行招聘，请有意向的同学速到主教学楼接听教室209集合。209集合。没跳完呢！我去，张胜，干得漂亮啊！